3, 2, 1, action! Anu! Diberikan Anu!准备好了哇！哎，这么穿衣服，难怪我一直找不到。没有错的吗？别人女朋友还不是穿男朋友的衣服。怎么你不要穿这些衣服嘞？你的不就是我的咯？这样我要穿什么嘞？找别间穿啊！你不是还有很多衣服？快点啦，我下楼等你。你不是更多衣服？哇！ Baby，我就一块肉哎，你在哪待我整块肉，我就没有了。你的就是我的吗？宝贝，不要打game陪我。啊，我难得有时间，我想打game一下嘞。你难道有时间不就应该陪我咩？可是我刚才不是才陪了你的吗？所以你讲刚才陪我，现在就不用陪我了啦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刚才陪了你，我现在难得有自己的时间，我想玩一下 game 吗？你的时间不就是我的时间哦，我的时间。OK， 我陪你。我很开心。宝贝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 PS5 哦。这么你想买？嗯，不要每次乱花钱啦。我哪有每次乱花钱？而且我是用我自己存的钱买的，不可以咩？不可以。怎么不可以？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讲不可以就不可以。你这样子讲的话，那么你的钱也是我的钱哦？不是，我的钱还是我的钱。哇啦，这么就不公平了，什么东西都是你的。我不管，我讲了算。OK， 我的都是你的，是不是？是，你自己讲的啊。对，我讲的。这样如果你没有抓到的话，你就要送我一台 PS5。 这样如果我抓到的话呢？你抓到的话，你要什么我都买给你哦。OK。好像是我包裹到了，去哪先？怎么你的包裹要我去哪？你不是讲我的就是你的，是我的包裹就是你的包裹咯，这些包裹自己去拿啦。你不要欠打啊。OK。零带哟。Yeah，Thank you。我的包裹是吗？我自己拆开来的。喂，怎么给我现拆？我的，就是你的吗？喂，自己用的碗自己洗一下嘞。我的碗不就是你的碗咯？自己的碗自己洗啦。你，啊，车脏了喂。这样洗车咯，擦干净点，擦用力点，还有那个大杯你记得洗啊。喂，你小便小到马桶盖是被冲。我的尿不就是你的尿，你的尿就自己冲啦。林大爷，你过来啦。宝贝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我这样子做很过分，我答应你我下次不会这样子了。我不要买 PS5 啊，你要什么我都买给你，你就不要生气好不好？我这么做是想要让你感受我的感受，可是我知道我这样子做是不对的。我只是希望两个人在一起，不要什么东西都是分你的或是我的，应该都是我们啊。宝贝，对不起，你开门好不好？你下次不要这样了哦，要不然以后都不理你。好啦 ，promise。Okay. 你应该不会是刚才听到我讲你要什么我买给你才出来的吧？
不是啦。所以我牙齿纹你都会买给我。宝贝，不要陪，不要陪我，还给，还给，你知道我这样子做。Ha ha ha!